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继续跟进这个 Busa KLSC 的 Net Short Position， 也就是这个净卖空仓位。Busa 其实是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就公布了17号的这个仓位，也就是星期四的。星期五的话呢，要在下个星期一的时候才会公布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手套股，可以看到。Tokraf 继续被 short， 但是非常意外的就是哈达呢，它已经是大量的补仓啊， 1.44 变成 0.90， 已经少了很多，少了差不多的 0.4 0.5 啊，是非常多的啊。之前它捞很多，在底部的时候又自大赚了了哈，所以当它捞上去的时候呢，它不要去捞的时候呢，股价就下跌，这个是这么简单。好了 ，Cosine 跟 Supermax 呢，它空军呢就不什么去 short 他们，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现金真的是太多了啊，那两个股现金很多的啊，所以有风险的去 short 他们，随时有什么 share buyback 啦，或是说随时发这个特别股息啦，这些对空军来说都是致命伤来的，稍微避开它呀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手套股 ，Tokraf 跟 Hadan 呢是比较多操作。反而这个 Cosan 跟 Supermax 是比较少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。其他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说，现在空军呢都是去刷那些科技股吧，啊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 MyEG 啊， 0.66 到 0.93 一直在增加，一直在增加，看到吧？意思说现在他才是很看空的，空军还是很看空 MyEG， 这几天是上涨了，可能也是空军卖给你的，然后说这样以后会不会往上涨呢，是往下掉呢？老实说，如果有空军去炸的话，往下掉的机会是高过往上涨的机会的，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 MyEG。 而其他呢，你们自己可以看啊，你看你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全部都有的，自己可以定格去慢慢的去看，这些也是可以的，我就不另外再讲了。这个 spreadsheet 呢，其实是我的所有的 YouTube channel 的 member 呢都是可以看到的，他们可以download下来，他们可以去看过去的历史的这些仓位。如你可以呢直接在这个 Busa 的网站这个 market statistics 里面找到的这些数据，但是呢你要自己去一个个的去 manually 的去把它放进去这个表格里面，因为它只是跟你讲当天的这个进场空位，这样记录的话你就一个个慢去记录，功课还是要做咯。但是如果你懒惰做功课的话，你要看到我这个话的话也是可以，你就去我的 channel 里面按这个 join button，这是我圈呢，按这个 join button， 然后参加会员，马币10块钱罢了，你就可以直接的看到这个发我正常的发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你也是可以有其他的福利，很多福利的呀，会员都知道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很多会员。OK，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，就帮我去 share， 帮我去 like 吧，谢谢大家。